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呀！今天终于给大家带来《消失的光芒》彩蛋视频。《消失的光芒》是发布于2015年的第一人称丧尸跑酷游戏，游戏大受好评，开发商也非常的良心。那毕竟都是波兰的嘛。那游戏里各种各样的彩蛋不仅数量众多，而且都非常的经典。亚军打算用2到3期视频来好好的盘一盘。第36个彩蛋，求生之路，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彩蛋，几乎所有路过看到的人都会会心一笑。就在贫民窟一条街道上，可以看到一家叫做还剩四个面包铺。谁这么缺心眼起这个店名字？这个店名英文写着 Left for Bread， 这显然是在致敬 Visa 同时上市的游戏求生之路系列嘛。你会发现他们的名字只差2个字母。第35个彩蛋，塞尔达传说，在去旧城区之前，如果你在塔楼接了一个叫枪手的支线任务并完成，最后你的剧情的发展下到了下水道这里，就可以再次遇到这对父子。这时候你会发现小朋友手上似乎拿着什么不得了的东西，我们靠近一点发现这竟然是一把大师剑。哇哦，不得了了，这模型这贴图和塞尔达的大师剑几乎一模一样，难不得这货还是林克？不仅如此，我们再回到塔楼，在小朋友玩游戏的地方，你仔细听，甚至可以听到非常熟悉的旋律哦。第34个彩蛋，游戏开发人员专用武器，这是一个相当出名的彩蛋，很多人都知道。首先我们来到这栋蓝色的公寓，直接飞到天台，在对木箱围着的角落里可以看到一个蓝色的盒子，外表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但是你需要踢上75下才能打开。Oh, shit. 可兰在踢的过程中极不耐烦，甚至多次吐槽 No time to waste. What the fuck is that? Shit, okay.Okay, it's done. Fuck. 好吧，我们终于打开了这个盒子，里面是一把砍刀的图纸，这把叫科雷克砍刀，描述非常有意思，上面写着，在玩他们自己开发的游戏时，开发者都喜欢作弊，喜欢一切都尽在掌握的感觉，而这就是他的工具。这把武器几乎是前期最好用的武器之一，我们在刀背上还可以看到科雷克字样，非常的帅气。第33个彩蛋，跳舞的僵尸。在游戏前期，我们可以帮助一个自称狼人的幸存者，我们接受他的任务，穿过铁路的仓库。这时我们不跟着他，而是选择进入这个仓库，按一下开关就可以看到非常欢乐的一幕。是的，伴随着这神奇的印度音乐，仓库里的僵尸们就开始跳舞。第32个彩蛋，星球大战。有时候我们在塔楼外面可以接到一些保护幸存者的任务，比如这个超凡人的话唠渔夫，任务还没开始他就一直在逼逼，要陪他先去拿绕线盘，然后继续听他逼逼说什么修身养性，接着去拿鱼竿又听他逼逼。最后送他去钓鱼地点，还要继续这样逼逼，真想一枪霰弹枪打爆他。这时候他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 ：“And may the fish be with you always。”这句话大家非常熟悉了吧？愿原力与你同在，这是《星球大战》里绝地武士之间的祝福。The force will be with you always。第31个彩蛋，时钟剑。这个彩蛋也很著名。我们来到渔村附近的海滩。不得不提一下，消失的光芒海滩沙滩什么的真的很漂亮，我们沿着这个木桥码头什么的开始游泳，一直游一直游，直到石头这里，搬上石头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把时钟剑。
我们走过去试图将键拔出来，你就会发现竟然要按住 F 三分钟。这让杨局想起了荒野之息里面的大师键啊，拔完之后可以听到克兰大叫一声，这把剑前期还算不错，砍什么东西都是一刀，就是不怎么耐用。第30个彩蛋，僵尸之父。在某段天桥下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巨幅涂鸦，上面写着 Father of Zombie， 僵尸之父。这显然是在致敬美国导演乔治 A 罗梅罗，他的代表作就是《活死人三部曲》，被誉为现代恐怖电影之父。在2017年7月16日，患有肺癌的他在睡梦中逝世，享年77岁。消失的光芒同为上市游戏，有彩蛋致敬僵尸之父，确实是非常的用心，赞一个哦。第29个彩蛋，半条命二。为了剧情，我们来到学校这里。这个学校有不少彩蛋，第一个引起杨亚军注意的就是墙边这个被齿轮切成一半的尸体。是的，这极有可能是在致敬半条命二，那个我们熟悉的章节，熟悉的重力枪和齿轮。第28个彩蛋，吉他。克兰的房间有一把木吉他，可以按一互动，但是克兰并不会弹吉他，只会随意的拨两下，真的就两下。后来我们来到刚刚上个彩蛋提到的学校，你可以在一间可能是音乐教室的柜子里找到一本吉他教程，当你拿起这本书就学会了弹吉他。再次回到房间，只说弹吉他，你就可以听到熟悉的旋律，是消失的光芒主题曲。第27个彩蛋，合照墙。在塔罗外白车后面有一片墙，走过去可以看到地上写着拯救哈兰，不过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墙上的照片。仔细端详你会发现这些都是真人照片，实际上这些都是开发团队的大头贴什么的。杨局发现这种合照的方式真的很特别，形成这片特有的名人墙，很不错哦。第26个彩蛋，跳水要小心。在渔村旁边的悬崖上一直走一直滑，直到你看到一棵孤独的大树。我们跑过去，在树的后面可以发现一个小彩蛋，一瓶水，一本书，女性的衣服和鞋子。再稍微往前一点就可以看到悬崖下的女尸，我们一起跳下去就可以发现其实水并不深，这块大石头甚至可以说离水面非常的近。这位可怜的妹子就是这样丧失了生命，所以我们常说跳水有风险，跳前凉水深。第25个彩蛋，沉默的羔羊。这是今天最后一个彩蛋了，也是杨俊武非常喜欢的一个彩蛋。还是渔村，我们可以触发一个支线任务，叫做我的母亲在哪儿，剧情细节就不展开了，总之就是有个变态绑了这位母亲，我们问到地址之后过去一脚踹飞他。可以看到墙边衣柜和血迹就知道这里有问题，推开衣柜打开地下室的门就可以找到失踪的母亲。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，就在地下室下来这里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篮子，篮子里面竟然有瓶润肤液。篮子润肤液，篮子润肤液，你们有没有想起什么？这正是经典惊悚片《沉默羔羊》里的一幕。结合《消失的光芒》里这段剧情，这个彩蛋真的是绝了。没看过电影的同学们可以看一下哦，这是获得最佳导演、最佳影片、最佳改编剧本三项奥斯卡的最经典剧情恐怖片之一。好啦，这期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啦。消失的光芒游戏本身就很赞，游戏里的彩蛋更是非常的经典。第二期还在制作中，马上就来，敬请期待哦。好啦，这里是用心做菜视频的杨军，喜欢我的视频可以三连加个关注和订阅嘛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， Good night, good luck.